捷豹超捷了。嗯，原来叫的时候一个脚翘起来慢慢叫，因为它是铁脚之类的，要慢点叫，因为那个也就是皮的。就这样收起来一下。再说一次吧，有老师的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空调，小心了，有事故了，空调有事故。土地下面有两个螺丝在拆掉的。先视频发射，要斜一点，上面是顶住的，小心把你的线索拆掉。捷豹超接了的插线视频啊，这个是电线啊，电线插上，这个显示屏上面的线插上，嗯，这是看一下显示屏上面拆出来的，然后这个是双闪的，双闪在那里前头的头上啊，插到位啊，嗯，小喇叭光纤，然后光纤短接，这光纤短接，这个光纤插进光纤盒。这个插好，原车的光纤就插上来了。然后这个是十一号，插上。小喇叭，还有一个小喇叭哦，是协议盒上来的一个插头啊，这个盒子上来的一个插头，给它插上。收音天线啊，收音机天线是这个白色两个孔，然后这个孔一个孔才能插进去吧？嗯，这个孔是没有扣位的。然后后视线啊，后视线是这个，深红色的，紫色的这个，这插头，嗯，插好，然后后置输入，插这里，这光纤过来有一个音频线，插在这个位置，能力这里，这线材上面的音频线不用插，这个不用插，插我们主机测试啊，这颜色。这是按键版的，没事。那十一线，原来后视线，嗯，收音机天线，嗯 ，OK。这个插掉了，插掉了，要学习了。防控按住，音量键，长按方向盘，音量键，音量键，按一下音量键，上一起，下一起。摸懂这接听，接电话，挂挂电话，语音，语音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